谢老板，没多少，2500。2500，年轻人多努力嘛，向我发一大张，是吧，老板？哎，对，你去我选，在马德里学习、啊。哎，好，剩下的5万打你卡里了啊。哎，好嘞，老板，你真是的，还剩下了5万，还有多少钱？那个，这5万。5万啊！走，跟我说清楚去。哎，不是不是，走，站！哎呀，干嘛？你两个天天的。不是老板，他一个小助理，工资比我拿的还高，我不服、啊。你小马每天那么辛苦，我多给他发点，怎么了？对，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那他下班时间老是摸鱼，哼！不是，我都是下班摸的。是我让他下班陪我一起玩的呀，怎么了？你有意见呢？你有意见啊？有人行了吧你啊，小马，你今天领这么多奖金，是不是得留下来加班啊？对，留下来加班。哎呀，老板，不就加个班吗？没有问题，我就住公司了，公司以后就是我家，爱在公司，难以离开。哎、那可不行，你在公司加班多累多辛苦呀，回家加班。不，说啥呢？老板，我可不是那样人啊！我妈说了，有什么事就要在公司解决，工作就要在公司。你想什么呢？我让你跟我回家加班去。回家加班去吧，你啊，哥可是要走的人呢、啊。铁贤呐，啊，来，你来加班，我跟小马回家。走。不是，哎，老板，不是我不加班。